好的，我们预计再等一下下好了，预计5分开始。然后以杰刚有在聊天的视窗贴了今天的共笔，欢迎就是等一下想要提案的朋友可以就是赶快上去登记。目前有一位提案，然后有一位是我写上去的。然后欢迎，如果你就是没有提案，但是你有新的想要分享的，也都可以在上面登记。例如说，你可以分享就是你一个月来做的作业，或者是你整体而言上课的感想等等的，都可以登记上去。今天人感觉可能不会很多，但大家不要围在台湾这边啊，就是大家靠近一点。看要围个圆圈还是什么的都可以。然后那我今天要去台南，师爷都有来。想去台南。嗨嗨，大家要不要来台湾这边？中这部句区话听台起湾来好这神边，奇哦！大家来台湾吗？那我先十八拉一下。我儿子的头超吸引人的，这个是什么帽子？好的，有看到我的画面吗？有，应该有，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夏日园里线上野营真人营的结业式暨夏日黑客松。然后今天就是我们就是线上园里真人营的最后一天。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回顾一下，就是过往大家一起在整个真人营里面一起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想要以黑客松的形式，就是小小黑客松的形式来结束，就是这次的真人营这样子。然后今天依然有共笔，欢迎大家就是进到共笔里面，然后看你想打任何东西都可以，就是今天的记录或是你的任何新的感想等等的。
啊，我也有同步放在就是旁边的聊天视窗。然后，这次就是临时小学校的线上真人营是由居里临时政府救生团主办的，然后也感谢就是我们的众多的伙伴们，联合保系愿景工程，然后还有诚心半导体慈善基金会，然后以及还有很多在学校内的伙伴，以及就是很重要的社群伙伴们。那这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月以来的，就是努力的在线上学习。然后，场地的部分就是也感谢 Garrettown 给我们的赞助。那我们就今天的杰斯季假夏季夏日黑客松，我们就是用简单小松的形式来带大家，就是回顾一下，就是一个月以来做的事情。那我们就是一开始有必修的心理手册，然后必修应该是交作业最热烈的一部分，然后就是我们收到了很多很多作业，然后据讲是说，就是例如说在那个就是想象与行动的距离这一堂课呢，收到非常多就是有趣的提案。对，所以我们就是也希望鼓励就是大家，就是如果你在过往这一个月以来的作业，就是你有得到什么灵感，都可以把就是。是我们鼓励大家可以把它变成实际的提案，这样子。那今天的黑客松是一个机会，然后我们下礼拜六还有大松，然后再来就是9月28是临时小学校 demo day 的提案截止，所以也都欢迎大家有任何灵感都可以就是随时提上来。那再来是就是我们在第一周的必修的新手村之后，然后接下来的3周就是选修的技能学程，然后大家也都很认真的，就是有写作业，然后也有就是在每周六就是上到 office hour 来，跟讲师问问题，然后也真的非常感谢讲师，真的就是每周要上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这样子。然后，最后这边小提醒就是，大家如果有要交作业的话，记得，最后交作业的期限是下礼拜六，8月21号。所以，你如果要把课补完，然后想要写作业的，最后一天就是8月21号。然后，这个是，我们到昨天为止，就是，看大家交作业的份数，然后就是，大家加油。就是，真的就是课程里面很丰富，然后作业也就是也需要跟着影片，就是循序渐进的来做，所以就是大家加油，就是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把进度补上这样子。然后有任何问题都请一定要可以到就是接下来就是在 GV Slack 上面可以问问题。好，然后我现在就是主要是想要讲一下，就是看一下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有同学说这次的选修课对他来说像一个未知的挑战，虽然一直卡关，有作业还做不出来，但是就是有一种自我突破的感觉，对，恭喜大家！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在 Office Hour 的时候有听到，就是线上直播这门课的讲师 T-Monk 有提到，就是有同学回馈说，就是在 T-Monk 上这堂课真的学到了非常多，就是以往从来没有碰过的软体，所以真的是帮助很大。所以大家就是我们真的希望，就是大家在这一个月就是可以把这些技能都扎实的带回家，然后以后如果你想要继续在 GV 社群协助的话，这些技能都是，对你，我们觉得都是对你可能会有一些帮助的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究竟大家学了这些，技能之后，然后你有些想法之后，你可以怎么做？然后我们就是接下来想要，就是希望大家就可以，就是可以带着你的想法，然后来就是到我们临时小学校的 demo day 的提案，所以就是我想要就是用简短的3分钟的时间，我想要讲一下就是临时小学校的今年的 demo day，然后再换一个画面。
临时小学校这个专案就是救松团从前年就开始准备的，然后我们去年也有就是demo day 的这个计划，那我们就是一样都是在临时小学校的网页上面公开征件，然后所以你现在只要进到小学校的网页，就是网址是 sch001.gb.tw，你就会看到这个页面，然后你就可以点中间的这个我要提案，你点了之后你就会进就是下提案的页面，然后目前的话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讲师他就自告奋勇先来提案这样子，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参考这位提案的内容，然后其实他的提案已经蛮完整的了，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你还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写的话，都可以参考这位这一个提案。然后我现在想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具体上提案的方法，那我们这次就是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只要你有想法你都可以来提，然后我们的证件主题其实非常的广，从就是 COVID-19 的新解方，然后远距教学、社群经营、教育内容，或者是你可以自由发挥，所以我们放了一个其他，那只要你想做提案我们都欢迎大家来做，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你如果不会写程式也可以来提，因为我们想要征求的 不只是写程式，就是你可以是一个解决方案，对，所以你不一定就是你不一定要透过就是来就是你的提案不一定要写出一支新的程式，你可以是把就是可能现有的东西，例如说 HackMD 加可能 Google Calendar 或是加其他现有的工具，然后把你的这一套方法做出来，那就它就是一个新的解决方案。然后我们今年的话呢，我们会选出五组的获奖团队，然后我们五组获奖团队我们就是会有奖状，然后我们会有专案陪理，就是我们会看你就是在做提案的过程中会需要什么样的资源，然后我们就是会如果有适合的导师或资源我们就会协助引荐，然后我们会在明年出版临时小学校的成果手册，然后你们的团队故事就会刊在上面，那我们最后就是今年也会做会做就是2021到2021的成果页面，然后你们的团队介绍，然后跟你们做的任何所有的成果都会放在页面上面，然后我们之后就是会就是出去各种就是可能出去各种发表或者是介绍临时小学校的时候，就会把大家的故事一起带出去这样子。那我们今年的话也有除了五组获奖团队之外，我们就是也新增了保障一组 U22 组的获奖团队，就是只要他的资格是只要你是22岁以下，就是生理年龄22岁以下都可以报U22组，然后不限是否在学，不限国籍台湾，或就是只要就算你就是不限居住于台湾，不限国籍，意思就是你可以是外国人，然后你就住在只要你住在台湾都可以来报名，对。然后当然就是一般的获奖团队的话，我们也都不限你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学生，或者是你是老师等等，你只要想来提案你都可以提。然后在这个下面有一长串的时间，就是很多字我们就先跳过，然后大家可以直接看这张图，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9月28号以前大家可以先来开一个新的页面，就是只要在9月28号以前，就是大家可以来现在开新的页面，你就算就是没有办法把提案写完也没有关系，你就是9月28号前你就来开页面，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持续修改提案的时间，所以你一直到11月1号你都还可以修改你那一个已经开好的页面。那我们在11月1号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评选的过程，然后就是有初选的社群投票，然后再来是决选，会有评选委员来决选，然后最后就是1月的话就是 demo day， 然后大家就是可以
上台 demo 你的解决方案或是你的程式。然后我们评审委员在邀请中，所以最后就是下面的话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在评选的时候会在意的内容，那例如说你的提案的影响力，或者是可重复使用性跟可行性，还有完成度等等的，那这四个是我们主要在评选的时候会考量的面向。那这个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问。然后当然就是你的提案要符合GB宣言的精神，然后以及就是我们是我们非常注重开源，所以如果你是写程式的话，那希望你都可以开源出来。那当然如果你是文字或是图片的话，也希望你可以开源这样子。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 Q&A 都在下面，欢迎大家参考。好的，所以最后的重点就是大家请9月28号以前来提案。对，嗯，我们接下来也都会有就是一些可能可以的合作活动啊，然后就可以请大家期待一下。而且其实接下来下半年还会有很多很多活动跟专案，可以你有一个提案之后，如果你想要参加其他活动，都可以用这个提案去就是去做尝试或做更多的改变这样子，然后有更多的机会。嗯，对，所以你就是先9月28号先上来提，然后之后会有很多机会可以让你就是修改，可以求救什么的。那我们下礼拜六就是有GMV 大手，然后9月之后会有一系列的非常多的黑客松跟活动，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就可以继续就是大家在 GMV CX 上面保持联系，然后就会收到非常多大家可能做提案的想法啊，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讨论这样子。那小学校下一次的活动预计就是9月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一次就是临时小学校的 demo day 的说明，然后加上我们会邀请就之前的获奖团队来分享经验，就是9月初这一个 live podcast 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是9月12号会有目前正在规划中就是临时小学校 demo day 加 NASA Hackathon Bootcamp， 这个是暂定的时间，所以这两个都是暂定的时间，所以我们具体时间会在Slack 上面宣布。然后所以欢迎大家就是9月28号之前来把你的提案页面先打开。有同学问说可以提案不用本名吗？可以，对吧？我记得是可以。可以，对啊，可以啊，嗯，就用你的昵称就可以了。嗯，可以。对，我们在提案的表上面有写说，你可以用任何名字。对哦，所以就是请大家就是在 GMV CX 上面保持联系。临时小学校就是 EDU， 然后接下来就是会有总统杯黑客松的人也会一起来协作，那就是。就是这个 presidential， 然后我们之后GMV 救松团今年会共同主办 NASA 黑客松，那就是也欢迎大家之后看到报名链接的话就是先报名这样子。噔噔，所以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透过各种社群平台保持联系，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进入正式的提案时间了。因为提案要工商一下那个 NASA 黑客松吗？好啊，我偷偷工商一下 NASA 黑客松。NASA， 可是NASA 黑客松它其实从英文的，它其实英文的名字是 NASA Space Apps Challenge， 然后它是就是美国的那个 NASA， 就是太空总署他们做的全球培育活动。然后今年我记得好像有不知道几百个城市这样，然后300个城市都有就是。登录有举办，那台湾的话就是以台北来做就是提案的城市这样子，所以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提案，然后去报名。那它就是竞赛式的，所以它会有奖金。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也还在确定就各个赞助商，所以就是目前细节还未定，不过活动时间会是在10月2号到3号。
那他的就是如果台湾的前两名会代表台湾去参加全球竞赛，然后在以往的活动里面，全球竞赛的冠军是可以去美国太空总署看火箭发射的，就是可以进去。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调整，不过整体来说就是这都是一个蛮好的机会。而且因为今年我们有一些合作伙伴是像是中小企业处，他们的话是就是在林口那边有一个新创园区的进驻团队，所以哎，现在讲者有在讲，有听到我讲话吗？我在自言自语吗？有，我听到。哦，我猜那个艾曼狂可能在外面。好，我来站在这里讲。Hello， 因为我刚刚没有站在 spotlight 里面，所以就是如果听不到声音的话，可以走到下面的会议室里面。好，然后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讲，就是 NASA 的黑客松，它是美国太空总署那所办的全球育成活动。那刚刚讲到就是全球台湾的前两名可以代表台湾去参加全球的竞赛，然后全球的冠军他可以就在之前实体的时候是可以到 NASA 去看火箭发射，就是他们会赞助你这个钱，然后邀请你去 NASA 那边看火箭发射这样子。然后如果就是在小学校这边的提案有就是有相关可以包含到 NASA 的一些竞赛题目的话，就可以也去那边提案。然后在整个活动中也都会有一些英文的导师帮忙协助做翻译啊，然后跟 pitch 的教学。然后因为今年的活动结束之后，就是 NASA 这边的规划会，就是台湾这边的规划会希望不要只是这一次活动结束就没了，而是会希望如果有机会可以甚至变成新创公司，甚至是更多的发展，就也是后续培力的部分。然后就这部分有跟中小企业处他们去做合作，然后甚至还会有林口新创园区的一些新创公司来做一些培力跟发展的部分。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报名，然后现在已经开放报名了，跟小学校一样也是开放报名，不过因为它是竞赛，所以它通常都是在10月2号的前大概两三周会公布题目，然后才能够开始报名。这边我有贴网址在这里，然后我等一下也会补上那个结业式的共笔，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可以先报名，可以先注册报名，到时候我们详细资讯上的话就会更新资讯在上面，然后会寄信给有报名的大家。这个的话有一些就是它会有奖金，去年的话奖金第一名是5万块，第二名是2万还3万我也忘，然后第三名是1万块，但今年我们会努力的去谈赞助，然后让总奖金可以再更高，所以就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报名一下。工商时间结束。好的，感谢怡姐。那最后讲一个秘诀，就是所有的黑客松你都可以重复报名，所以如果你就算只有一个题目，你可以报小学校，你也可以拿同一个题目去报 NASA 黑客松，只要你觉得你的题目适合这一个，你就可以来报名，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就是很多大你就是大家一起来帮忙你做提案这样子。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真正的要进入提案的时间了。然后今天有填提案的有一位是 Viola， 你有在吗？欸，我刚好像是有看到他在。那我有在。那你要分享你的提案吗？你可以直接分享荧幕，然后就开始讲。对，然后我好像第一次用这边分享荧幕，所以我不知道按钮在哪里。中间下面有一个，就是你的画面中间下面应该有一个 screen share 吗？ screen share， 对，就是那个东西。然后我帮你设一下18啦，好了。好，好，这样子有看到吗？有看到我的简报吗？有。好哦，那我把它放大一下。好，大家好。然后大家好，我是 Viola。然后呢，我今天呢也是很感谢这个 G0V 这个临时小学校，让我在就是这几个礼拜的课程之中呢，有学到一些就是之前不会的东西。然后呢，今天要做的提案是一个有关于性别科普的机器人，然后它的名字呢叫做这样说不行哦，它是一个它的名字叫做小妹妹。然后它会在我们的 LINE 的群组里面，就是例如说就是在群组里面有人
发言，例如说黄色笑话，或者是说他讲一些就是比较性别不平等的话，例如说，哎，为什么女生就为什么你不去化，你不化妆，或者是说你为什么就是没有在家带小孩等等的，这一些可能对性别上有一些就是会造成这个群组里面有一点性别不平等的情况的话，这个科普机器人会跳出来，用一个比较诙谐的这一个话语来去缓解这样子的画面，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很多的环境，不管是职场或是生活上，那有这个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出现的话，如果大家都是漠视这个事件的话，那这个状况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呢，这个就是题目，就是有关于这个性别科普的机器人。那我们想要征求，就是在就对于建制资料库。或是对于建制客制化的 LiveBot 有经验的朋友，因为我们之前有曾经就是用过 LiveBot 的客，就是它的官方的，就是使用方式，但是好像有一些功能，就是还是要去就是写程式，然后去破解才有办法去使用这样子。那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自己是十一餐饮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啊，我现在呢也有在筹办一个协会，叫做台湾愿景发展协会。那我觉得呢，就是每个人都是要勇敢跨出自己的舒适圈，所以就算是我本身我自己不是学就是资料科学相关的，对，我是学社会教育的，但是呢，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就是像上来 GLINV 啊，还有就是跟更多人分享我的想法，然后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把这件事情完成。那过去我们公司也是在关注在性别平等，例如说就是雇佣弱势妇女啊等等的，所以有获得了一些奖项，像是我们有获得 Forbes Sapiens 30的2018年的奖项这样，还有就是有关商业的，就是 Steve Award。那米欧玛的连线是不是有一点信号不稳？对，他好像断掉了。他很注重的目标。那自己我没在有，你刚好像断掉了，你要再往可能往前一页开始讲一好，下。那现在有听到我的声音有吗？有有，有吗？那看得到我的画面可以吗？可以，现在可以。好，那我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曾经参加过唯一一次 Hackathon 的经验，就是去那个 APEC，它是2019年 APEC 的 App Challenge 的这个比赛。那我们那时候就是也是做跟性别平等相关的，它是帮助就是我们的弱势微型创业的妇女，让他们用这个 App 可以更快的获得融资，或是银行的融资或是投资者的投资的管道。那我们这个进入决赛，然后飞到美国的智利去做这一个 Hackathon。那这是我们那时候做的一些成果。那今天呢，我所提案的这个小美眉的这个性别科普机器人，我们也在这个 Google 跟女人迷他们一起合办的一个性别平等 Code for Gender 的 Hackathon 里面有做提案，然后我们就是在里面上课的一些小组成员，我们总共有4个成员，然后一起做这一个想法，然后做提案这样子。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成员，然后我们的成员有包含就是来自科技业的女性上班族。那也有就是书店的老板，那也有就是对于就是性平有兴趣的一些年轻人。那我们呢目前的状态呢，就是想出了这个想法呢，可能可以就是缓解这个性别不平等的伤害，就是在职场啊或是在家庭的赖群组里面去做一些缓解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呢，就这个产品如果开发出来的话，也可以让例如说公司的人资部门去做运用，因为人资部门他们都会有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性平的一些资料报告要写，然后他们要去符合一些例如说性平的委员会啊的需求这样子，所以说他们也需要提供一个畅通的这个性平事件的申诉管道。那我们想要透过这个LiveBot 的机器人，然后让它不只是一般人生活上可以用，然后在公司的人资部门，它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功能，然后让它可以就是更缓解就是职场上的生活不平等，职场上的性别不平等。好，
那这就是我们目标的一些族群啊。然后我们一开始的设定是在职场上，因为我们大多数的这个成员，他们可能就是有很多人是在职场上有遭受到这个性别歧视的，或是性别不平等的压迫这样子。那未来呢，我们也会开放这个给公众一起来想，就是开源的方式，让大家一起来想说，自己在生活上有碰到哪一些状况。那如果在这个状况之下，有一个第三人跳出来，就是帮忙还价的话，他会希望这个第三人说什么？对，那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些文献探讨。然后呢，那就是我们的一些就是在公司里面可能可以放的一些，例如说把 QR code 啊放在会议室啊，或是他们茶水间啊等等的一些产品的想法。接下来呢，这是我们初步用这个 LINE 原本的这个功能来做的一个就是模拟的机器人。那例如说，就是可以例如说这是一个工作群组，那可能在这个群组里面，可能长官说，诶，某某某，你为什么都不化妆啊？那可能就是一般的女生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心里面觉得很不平衡，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要化妆？但是呢，就是还是默默的，就是其他人都漠视，或者说他就是还是听这个长官的这个话去做。但是呢，这时候却可以有这样子的小美眉机器人去，用一个比较就是比较诙谐的语气去说，诶，就是如果不化妆的话，就是化妆其实是为了要表达自我，而不是为了别人。或者说，哎，为什么女生你不去穿裙子？那她可能会说，哎，你知道吗？我们的就是总统蔡英文总统，他穿裤装也很帅啊，为什么女生一定要穿裙子呢？像这样子的这个话语，然后就是去提醒，稍微提醒一下这个群组里面的人说，哎，其实有更多的想法，或者是有更多的这个新闻的连接可以连接进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说，这个想法是可以就是更精进的。好，那这个部呃这个呃呃连接呢，大家可以扫描一下我们这一个左边的 QR code，然后呢，这个连接就是我们有个有奖征答的活动，然后就是可以去，我们会之后会广发这个问卷，然后让大家来参与，就是也是一种开源的方式，让大家去想一想，可能自己在生活或者职场上有遭受到什么样性别歧视的语言，那如果在这个时候，那你会希望有人帮你说话吗？这样子。那最后我们会抽出这个抽奖的奖品，那所以呢，这就是我说今天的提案喽。所以如果你对我的提案呢有兴趣的话，欢迎你扫描左边的这个 QR code 啊，就是我的 FB，可以私讯我，或是待会你也可以在这个 Kids Gather Town 里面，就是跟我聊一聊，然后就是一起来加入我们。好，谢谢大家，这是我提案。好赞哦！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就是开一个共笔或者是 Google Document，然后因为你们有那个问卷，所以应该会有一些已经回答给你们的就是歧视的结果，对不对？对，目前已经有一些了。然后所以如果有就是，哎，我把我自己发来，好，等一下哦。好，因为就是如果有一些成果的话，那你们是用什么在管理就是这个？回复啊，因为我刚刚看，如果是想说裙子这件事可能会触发下面的对话的话，那就是这是会有一个像试算表的表单在做这个对话的收集吗？还是目对，前没有？我们有一个那个试算表的表单，就是刚刚大家有看到一个问卷连接嘛，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个就是 Google 的 Excel 的表单。对，然后但是我们目前有碰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用这个 LINE 原本的这一个，它应该是官方账号管理的这一个工具，它需要这个人讲的话要完全符合，或者是说一跟模一他这个样。关键字完全符合，他才会去做这个回复。所以我们想要就是找一些就是可能之前有做过客制化 LINE Bot 机器人的工程师，然后来跟我们就是一起集思广益，说怎么样去做，例如说类似语言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回复。那那个 Alan 有问了一个问题。Alan，其实现在大家都可以开麦克风，因为我们就是其实只有38个人，然后大家上线来讨论的话，其实还蛮不错的。这个人数来讨论一些小专案，就是还不错，所以就是如果有问题也都可以直接开麦克风说。那我刚刚有看到 Alan 问的是说，就是专案的预计授权，因为刚刚有讲到说觉得希望专案可以开源，那
开源这件事情的话会牵扯到就是授权，就是你们的专案授权通常有，就是目前有想法吗？还是还没有想过？目前就是对这个部分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希望这件事情是就是公开的，就是不用把这个权利放在我们团队身上，可以就是大家一起来做共鸣这样子。嗯，那应该说像比如说刚刚那个问卷的回答，就是在去识别化之后，就是那些收集到的那些句子或表单，现在是可以公开的吗？还是说，我目前还没有把它公开耶，因为就是还不确定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因为里面有一些个资，因为前面有，因为它抽奖嘛，所以它有一些那个名字啊，然后还有它的 email 什么的，所以我目前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像是在社群的专案在做的时候，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现在立刻就大家开始讨论怎么样做你的这个就是赖抱着机器人的时候呢，那可能大家会先想知道刚刚问卷的答案，那其实大家不需要知道填表的人是谁，所以可能可以从原本的那样试算表把最重要的那个核心的题目，就是你遇到的骚扰句子，这个直接先再开一张新的试算表，然后就可以公开给大家看。那这个试算表可能就会有些授权，比如说是可以商用或不能商用，然后可能可以引述到别的地方或不能引述，或者是需要姓名标示，比如说这些句子来源是来自于这个专案，就你们的专案名称这样去做一些，这就是授权的一个概念这样。了解，所以我在给这个问卷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在里面注明说我这一个问卷的答案之后会做这样子的公开，让这个授权的人去了解这样。没错没错，这是你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可能可以直接告诉大家我们的问卷授权就是可能是 CC by 4.0 或什么的授权，那这个你可以再去研究一下，然后就让填表的人自己有个心里有个底，就是我会匿名的这个句子会被公开使用这样。好哦，谢谢。那大家有什么想法也都可以现在问。Alan 有讲到说隐私权的部分，问卷收集的时候要记得提及隐私权政策。好，我再去查一下，就是这部分再把它加进去。感谢。所以我贴了一个授权小帮手，对，也是社群早期的这个专案，就是大家也是像您开始在开始有专案的时候，像 content 文字的这一部分，有些朋友可能没听过 CC 授权，所以也有一些工程师把它做成有点像是引导式的问答网页，所以那个网址点进去之后，他就会用一个一个问题问你说，你的内容是愿意公开的吗？还是不公开？然后有点像树枝状，会引导你最后选一个授权。好，那过程里面大概都可以 cover， 对 ，cover 那个商用或非商用等等。那我会觉得，应该我觉得你们选的应该是允许商用会比较广，应用广一点。好啊，对。好，那我再去研究一下，再把它加进去我们的问卷里面。哦，如果大家想要加入我们的话，欢迎跟我联络哦，很需要大家，感谢。那我觉得好像可以，就是如果今天讲师有想要分享一些的话，可以趁现在分享，分享完可能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就是这个提案可能可以做哪些事情，因为还蛮有趣的，我觉得。然后在新手开始的话，这个东西也很不错，就是像刚刚讲，因为试算表是就是 Excel 表这种形式是在社群还蛮常来做讨论的，然后大家就可以很轻易的加，比如说我现在有五句，一句是你怎么不化妆，你为什么不穿裙子，然后你昨天怎么哭了，什么男生不能哭啊这种句子，然后大家就可以直接在后面的格子写上自己觉得不错的回答，所以它就可以很快的让你变成，就是如果你之后真的可以见知其回复的机器的时候，这些句子就可以用过去这样。啊，对了，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这个想法一开始的这个想法的原型是那个美玉仪那个 Lightbot， 然后呢后来呢我们就是在做这一个小妹妹的 Lightbot 的时候，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群组里面好像只能存在一个 Lightbot， 对，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它。对，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就是有经验的朋友也欢迎跟我们分享。这个那个，然后好像这像这样子的科普的这个
那你可以先讲。规定上就是只能够有一个聊天机器人，所以如果说你做了这个小妹妹的话，你要让她跟美玉仪同时存在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觉得说比如说我可能要请美玉仪离开，然后再邀请你的小妹妹变成这个群组里面，就会让小妹妹专门用来回应这些可能会引发就是就是性别歧视可能会需要提醒的一些就是触发的机制。嗯，好像是 LINE 的规定嘛，对不对？就是他们的群组的规定。嗯，我其实觉得另外一个想法是，就是大家也都可以先化身为这个机器人角色，因为有些群组其实是很讨厌，就会觉得机器人加进去他会，有些人会把他踢掉。就美玉应该很常被一些长辈踢出群组，因为长辈、就是、有没有可能让他不是来吧，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对，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可以看这资料库，所以我今天看到有人说我化妆、嗯、我不知道怎么回，我觉得很尴尬的时候，我就去这资料库搜寻化妆、嗯、然后就会有很多人的回复，比如说我怎么应对这件事情，我就可以找一则我觉得不伤大无伤大雅或者是不会伤破坏和气的句子直接复制贴过来，然后让大家、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大家都化身为机器人的想法。嗯，对，但是那就是这种状况可能当事人就尴尬掉了，然后他就是停格，所以就想要有一个方法让有一个人可以还价这样子。然后就是在做这个就是可以是来吧，他也可以是其他的模式进来，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也有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在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他可能是他讲的话他可能会就是比较多的相关的关键字，然后就是例如说说不穿裙子好了，那他可能说为什么你不穿裙子，或者为什么说你穿裙子很丑等等的，但是他可能会有很多相关的这个文字，然后要怎么去把它汇整，然后到这个对应的答案，然后把它拉出来，这样这也是我们正在认博会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例如说像这种例如说真的假的机器人好了，它有一个就是网页上的就是让大家一起开源去集结大家想法的一个地方，就是资料库的管理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想要建制的。嗯，喂喂，我的麦克风终于有声音了。我这边想要提出一个问题啦，就是因为刚刚目前想象到的触发条件其实都是来自于特定关键字的侦测，就好举刚刚那个例子，你怎么不穿裙子这句话好了。那可是我自己是觉得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更多元的元素在侦测的触发条件上面，因为毕竟我们中文博大精深，虽然同样都是你怎么不穿裙子这句话，会因为上下文的关系，可能举个例子，这个女孩子每天都穿裙子，然后突然有一天没有穿，那然后就问了一句，你怎么没有穿裙子？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说，可能在这之间，跟原本的那个语义，就是说，原本刚刚在介绍的时候的那个语义，感觉是那个状态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有想要问一下团队说有没有针对这个前后文语义，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以刚刚设想的那个 Lie But 的情境来看的话，如果只要讲到那些关键字，然后那个 Lie But 就会跳出来，反而有可能会让整个沟通的节奏是更，就是它可能会会影响到那个节奏啦。我在想的事情是这样子，对，可能在讲到这个话关键字的时候，他就一直跳出相关的，会挡到这一些会洗版这样子，对不对？嗯，对，然后就类似这样，或者是说可能刚好你们这时候你们两个人的话题，就是因为其实他也没有做额外的侦测嘛，他可能就是就是任何人，可能是现在的状况，可能是一群女孩子，然后在那边讨论一些其他的问题，然后其实事实上在讨论的内容的时候就疯狂的触发到这些关键字，然后他就会疯狂的一直在跳，然后尤其是刚刚有提到说有可能跟 HR 那边有一些连结，那会不会 HR 那边就收到一堆的奇妙的通知，然后可是其实
到最后 HR 去调查的时候，你就说哦，其实是我们昨天群组在讲干话啦，类似这样的东西。对，然后可是他就是不断的在被触发到，所以我想问的说，哎，你们有没有在这一块有想过？因为其实毕竟我们中文的语言，这个之前我们有想过。对，就是我们那时候想、对不起，也有想过。我想要程序打断一下，因为刚刚有朋友说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共笔，那我猜这个专案应该还没开共笔，对不对？还没，就是讨论共。那我现在先大家开一次，然后刚刚等一下接下来讨论，我们都可以直接以就是可以记录在共笔上面，然后让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有个文件保留下来的。那我不好意思，那这样让我给我个三分钟，我来迅速的分享荧幕，然后跟大家说。那我再打断一下，就是以杰教完怎么开共笔之后，就是我也要讲一下，就是阿赖，然后之后，然后我讲完阿赖之后，我们就可以分组了，然后就是要跟就是要继续讨论，就是来吧了，可以就是可以就是分组，然后另外一组就会是小学校这边有阿赖这样子。嗯，好，好，感谢大家。那我现在分享一下我的荧幕。OK， 首先呢，我现在就是以我们这个小学校的首页来说，我们在首页的时候会看到这个画面，然后要怎么开共笔，其实有一个蛮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你的那个 HackMD 是有登入的状态，你点这支笔之后，你就可以编辑这个，就是可以看到这个首页编辑的画面，然后按这个加，就会可以建立一个团队的共笔，对，建立一个共笔，但因为我们有交通团的账号，所以它是叫团队共笔，不过如果你一般按加，会是一个个人共笔，然后呢，它就可以输入标题，我输入标题，我也可以就是按一个这个，再按一个井字，它有提醒你，就是按一个井字，再次输入标题，那我可能就可以写，性别平等 by vote。然后呢，这边我就可以开始贴一些资源。它的这个井字其实是标题大小，所以这个一的话就代表第一大标，然后两个就是第二小标，所以我可能可以写一些投影片，是刚刚提案投影片，可以放在这边。然后发想缘起啊，然后或者是看你要放什么东西，然后再来这里可以是就是专案最重要的待解问题。刚刚台待解问题最重要的可能是 Live Boat 的研究，然后要找的人协助回复，增加歧视语句，歧视语句这样听起来怪怪，但大概是这个意思。语句，然后讨论，好，那讨论我们刚刚有提了几个，我刚刚有做了一些小笔记，就是讨论的话，我现在是一个大象，但是因为讨论可能我们有一些正面的讨论或负面的讨论，不是负面的讨论，一些建议跟可能做法，比如说刚刚讲的，就是会不会打断对话，然后要触发要连接上下文，哦，问卷隐私条款。CC 授权方式，那刚刚讲的做法就是比如说大家自己化身成机器人协助回复，大概是这样。然后你会看，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很宽，它其实是因为它在语法这边只要把它有 enter 有这个空格，它右边就会好好的显示，这样子你的空笔就开好了。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贴上任何比如说刚刚的这个问卷网址，就是我如果要填请大家填的问卷，就是在这边可能加上问卷收集问卷这样子，然后你下一次要去提案的时候，除了投影片之外，你也可以用这个网页很简单的告诉大家你要做的是什么。然后在这个 HackMD 其实有一个很酷的功能叫做浏览模式，浏览模式就是你传给人家的时候他会看到这样子。但另外一种方式是叫做简报模式或书本模式。简报模式的话，如果我预览它会像这样子，就是有直接如果你好好编辑它，我现在没有好好编辑所以它会长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有好好编辑的话，它就会是一页一页可以一直下一页去做下去，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的功能可以去使用。好，那这样子就开好的共笔了，这样简单吗？好，我讲完了。耶、yeah. ，
那我可以再把这个共笔传到那个Messenger 这边。我不知道 Viola 有没有账号，就是 HackMP 的账号。嗯，还没有。啊，那你可以去办一个，然后我可以把这篇共笔的拥有权转给你。好，这边谢谢。OK。好的，那我来讲一下，来。那因为就是现在我们就是这次营队要结束了，所以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之后的实数认证的平台，我们都会使用 Ally。然后 Ally 的话，它是就是念作 Ally， 然后是在阿美语里面是感谢跟感激的意思，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用这个平台，就是有一个感谢的意思，就是感谢大家，就是把时间或者是你的任何个人的资源，就是贡献在社群上面。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公民科技贡献者的专案与任务视觉化平台。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临时小学校，然后跟去年的Demo Day 获奖的工程师长，然后还有日本跟韩国的公民科技社群一起合作的一个专案。那他一开始就是基本上是作为就是实数系统来使用，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在就是实数的这方面就可以希望可以用 AI 做得更好，然后之后的话希望可以逐步扩大到就是让更多的就是 GMV 的坑主也都会来使用这样子。那之前的话呢 GMV 其实有超多就是做就是相关的就是专案的 Hub 的专案就有超多的，所以就是Ally 的经验就是立基于就是过去非常多人就是做专案的经验，然后希望这次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这个是之前John 就是刚才提到的 John 他之前做了一个专案叫令人惊奇的临时政府，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专案的页面上面看到就是GMV 所有的在 GitHub 上面的专案都可以在这里看到，然后还有HackMD 等等的。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次的 Ally，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个就是更容易就是做专案整理和搜寻的平台，然后一方面可以贡献专案的记录，然后之后的话呢预计会有大松的一件提案或是门票功能等等的。那我们现在目前的阶段呢，就是我们已经把就是初步的专案列表都开好了，然后现在就是长这样，然后你就是可以来登入，然后看到一些这个都是测试的页面，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些专案的介绍，然后我们也会有专案的各种资讯，例如说专案的坑主是谁，然后他的 Slack 频道是什么，然后他的文件连接，还有他的议题分类标签等等，然后他有需要怎么样的人力需求等等的。那我们这个平台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可以具体的视觉化看到这个专案它的具体内容，然后它需要怎么样的人力，然后你就可以就是来认领任务这样子。然后这个是每个人的自己的页面，就是你可以放自己的自我介绍，然后如果你参与很多专案然后贡献很多时数的话，你就可以在你自己的页面上面看到非常多的贡献的列表。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就是继续征求大家的帮忙，因为就是大家都太忙了，所以就是这个专案就是有点缓慢。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希望其实我们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专案的页面其实做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现在最后一步是希望可以把就是Ally 的界面做得更好，然后其实这样就可以上线了。所以就是希望征求就是如果你就是对于做网页是有经验的，然后的人就是可以来看看。然后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是一般使用者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来做就是定义专案的议题分类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就是这件事还没有做完，那就是我们希望可以一起来
看一下过去 GDP 黑客松的一些专案，然后我们要怎么帮它分类，所以就是一起来分类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个是阿赖目前主要需要的，就是UI 的设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议题分类。所以然后我在就是简报上有放，我们在简报上有放一些连接，所以也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参考。然后就是有测试网站，有共笔，然后有 GitHub。好的，我讲完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分组吧。然后我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将近三点，就14:58。然后我们接下来一直到四点，我们接下来表定时间就是一直到就是一个小时之后，就是15:50。就是大家可以自由的分组，然后写作，然后最后50分到4点，就是大家可以，然后就是休息时间。我们最后四点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回来，就是做成果分享。所以就是如果你今天来，然后你有一些成，就是过去一个月以来的，就是一些成果或是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欢迎就是先到我们的登记表上面登记，然后我们就是一样四点就会开始邀请大家上来分享这样子。好，我讲完了，那大家就是可以分组散开。那我有个提议，就是那个 Viola 这组我们可以去左边的会议室，然后 Viola 现在人在哪里，就是你的角色在哪里啊？在台北。在台北是不是？那你可以站到那颗气球这里吗？好，然后好，你要站到前面可以。好，不要动哦，站在这里。然后，就是如果想要跟 Viola 讨论的人呢，请对着他的角色按右键，然后按右键会有个 follow， 你就会跟着他。然后等一下他就会去到一间会议室，这样。就大家有看到 Viola 吗 ？Viola 现在在左边，在讲台前面，他现在在讲台最前面。对，可以 follow 他，然后给大家30秒时间 follow 他。或者是要自己走去讨论也没有问题，对，就是看大家就是有什么想要讨论的，或者是要在这边聊天也都 OK。好，我想问一下，我是 Isabel， 谢谢大家。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个提议是，如果大家没有就是有想要讨论，因为我蛮想要听听大家对这次课程的意见，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讨论，就是分享这一次。对课程本身的难度啊，或是形式啊，或是哪边可以做得更好的 ，A 可以留在这一间会议室里面，我们可以稍微来讨论一下，这样。那有人对阿赖有兴趣吗？那我们到另外一间好了，那就是欢迎大家来 follow 我，然后我们就到另外一间这样。你有预期是左边那间吗？应该就是我就左边那边嘛、我看那个 Viola 他们已经有进去一间。刚断线啊，对不起，我现在还有在广播。刚刚断线应该是因为 Viola 走出会议室，所以就是会听不到那间会议室的声音。然后我现在也要关掉我自己。好 ，OK。我现在要去左边了，阿赖的请到左边。哎，那所以现在留在会议左边第一间是阿赖，然后左边第三间是、是莱巴，是莱巴，是莱巴的提案。哦，好。那现在留在大会议室的是要跟我聊天的，要一起聊天的人吗？那我想要先问大家，我可不可以稍微分类一下？就是我们来玩一下那个移动，就是开学那一天移动的那个。哦，对啊，好，欢迎。听到我讲话吗？请问大会议室的人有听到伊莎贝讲话吗？有，没问题。有哈，好，那我想。
问一下，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学院站台北，然后那个讲师站高雄？就是现在在会议室里面的人，如果你是学员，请你站在台北。哪里是高雄？哎，哪里是高雄？罗尼这边，罗尼。哪里是高雄啊？高屏啊！来，就是我人在哪里？高屏啊！你在南投啊？南台湾来。哎，我找不到我自己，奇怪了，我在哪里？哦，我找到了。你在台东？对，我在台东。好，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高雄。让我看一下。但我都看不到，为什么地图被遮起来 ？OK， 好，那有没有谁想要先分享一下 ？Ronnie， 高雄在东边，没有吧？有没有人想要先分享一下？我可不可以请哪一位学员先分享一下？这一次上课就是分享一下你选了什么课啊？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这样子，哎，还蛮多学员的，我可以点名吗？如果你不想讲，可以打在那个，可以打在对话框里面。就是有一位九先生。我可以请那个 ID 9的这位同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选了什么课，然后你上课的过程里面有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顺或是特别不顺的事情？嗯，还是有哪一位学员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有一位那个宇强，同学，就是孤，应该 ID 也是写孤允强，要不要允强有没有想要分享？因为我自己有看到你有教那个地理作业相关的课程，哦，不用开麦克风，只要开。没有，不用开视讯，只要开麦克风就可以了，就是打开讲就可以了，不用开麦克，不用开视讯。如果没有学员讲的话，我就要请讲师讲。那个哲伟这一次做地理课的那个感想是？就是觉得怎么样？你收到多少作业？然后你觉得怎么样？作业，数字我忘记了，但是就是二十几、三十吧。哦，哇！对啊，那我因为我其实应该说，地理作业是期待学员自己建一个 HackMD。要把五堂课的东西都放在 HackMD 上面，所以我可以观察的出来大家什么时候写作业。基本上大家也是真的是下班时间或就是晚上，甚至有些人朋友是有凌晨，哇，就我的感觉出来的确大家也是有挤出时间来听影片然后来完成作业，好感人哦。对，但这当然就可能对我来说会去思考说，因为我们自己地理课包含 Ronnie 的 QGIS， 还有水保局的 BigGIS， 还有我介绍的地图工具，都很长，影片都很长，但是也没办法加快，就是很多按钮我们要按的东西，有一些画面拿来资料要怎么样怎么样的，那这部分。相对来说，那个 Disfactory 它是有用一个比较浓缩式的影片剪辑，讲一些专案的历程，所以或许它的那个节奏安排会比较适合，就是如果大家平时时间还是有限的话，那你从作业看起来，觉得学员吸收的状况怎么样？
这我来讲会不会太不有点不标准啊？为什么？我觉得新做的不错啊。那就不错啊，你干嘛不好意思的？不是，我是。对，所以那因为在 GIS 的 channel 也有看得到朋友有直接提问，然后也有朋友是直接在他的 HackMD 作业提问，所以都我觉得都应该还可以啊，就是相关的内容。那个爱慢狂刚刚在那个就是 chat 里面说要传这个回复是什么回复？你要不要直接打开麦克风讲一下？哎，我们现在可以随便走了，不一定要在那个讲师在南边，那个学员在北边，这样大家可以走来走去没问题。还是那个比林，你们要你们等一下四点比林，大家会分享你们这一次的感想吗？还是你要现在先讲？就是有没有对纠中团的建议，好不好？就是对，我其实比较想知道讲师和学员对纠中团办这个课程的，就是有什么流程上还可以调整的地方，还有就是整个过程有什么可以再多做或是少做一点的。哦，等一下讲还是现在讲？你现在你要跟纠中团讲的，现在讲。对，要不要能听到的，等一下讲。好。我本来登记时间是想要就是表扬很认真写作业的同学，就是有一些写的要讲，认真等一下讲。好。我觉得有完整的作业系统应该是从这一次对这一次小教授开始建立的，对，而且优点是建立起来之后以后可以顺利的话可以持续下去，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好的，因为过去小学校的课可能就是一节课或两节课就结束了，会更像是讲座式或者是听课式。 对，但听课式的话其实实际上就会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啊，因为讲座是通常学生不是自愿来参加的，大部分就所以你不能你能想他坐在那里已经很辛苦了，就是你也不能要求他什么。但如果是自己真的想学的话，有一点作业，我会觉得还是蛮有效果，可以帮助学生。但是反正就是纯粹享受听课，听完了不写作业，我也觉得很好。等于是这一次的小朋友多了一个方向，帮助大家学习。嗨，阿三，帮助大家学习，我觉得是蛮好的。但有的时候，但可能一开始因为大家还不太知道时间怎么拿捏，会遇到比较多可能时间分配上面不够清楚的情况。或者是有的人可能交了作业还不知道自己作业有没有收到，但这件事情应该在上一周就是乙杰的帮忙下面已经处理得很好了，就是交作业的人他就不会心里悬在那里觉得说我好像有做了一件事但我一直没有收到回应说有没有收到，我觉得这是上一周做了一个蛮好的确认机制。对，因为过去没有，然后像因为我花了蛮多时间就是一份一份改作业，有的时候也不太确定说那学员有没有收到，或者学员收到之后他愿不愿意改，他可能就不想改了，那就没关系。但我觉得这些有表单确认下是蛮好的，但我也会想知道说学员有没有收到作业，或者他想不想改，不想改没关系，就是可以让我知道，我也会觉得比较安心。因为确实这一次这个作业系统就是作业的流程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嘛，那也很想知道说就是我觉得后面一定还有很多可以调整的部分，我非常感我觉得那个讲师实在太感人了，我都对你们心怀愧疚，我觉得你们好麻烦哦，没有讲而且还蛮就很，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试，所以就很谢谢大家都愿意配合一起来尝试这样子。
那我觉得在流程上有没有什么可以调整的部分，像 Peter 或是比林或是Alan， 对，有没有觉得我们在除了确认有没有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流程上我们可以再调整的方法嘞？Office hour 可能学员不太清楚，要怎么使用 office hour，我不太确定大家大学的时候都怎么样利用 office hour，像我就是从来没用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体会助教当时很孤单的心情。王宏威以前是我的助教，然后他就会说都没有人要去问他问题。好，哎 ，Ronnie 举手吗？刚刚举手的是 Ronnie 吗？改 Ronnie 说改作业真的很麻烦。我们那怎么办呢？下次也许有可以调整题目，是那个我们可以再找社群里面的助教来帮忙改的，讲师的助教这样，还要跟学员寄信，真的，所以下次可能没有这种好事了。对，然后刚刚那个Wiki 的那个 Alan 有问说，想知道觉得作业的难度，然后就有人回答说，有点。很困难，可是很有挑战。Ronnie 说那个批改作业可以系统可以建立起来，套用 issue tracker。哎，对啊，说不定我们之后可以用 GitHub 或是用什么方式，这个可以下次让大家稍微歇口气再说。那我们包括就是我们这一次整套的上课的内容，还有作业，就是整个模组，我们会希望再找其他学校的老师。就是找一些学校来做合作，就是也许就是请比如说高中或是大学的学生，他们也可以来看这些影片，然后看怎么样交作业。那交了作业要改的这部分，我们就再来讨论是不是有可能让社群里面更多人参与，就是或是你们这一次写得很好的学员，也许他们以后可以当助教这样。我不知道这个都还可以继续讨论一下，不过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能够推广，让更多人可以来上嘛，然后可以上到这个课。所以我们现在在努力的，就是 Base 昨天也已经寄信给几个学校，那我们接下来是也希望说可以跟像军医这样子线上平台来谈说是不是我们把我们的教案和教材作业这些内容都可以把它放到军医的平台上面去，这样。那但是互动的部分，我们就再想要怎么再想想要怎么加强。那有一位学员那个 Civet 说 Covax 的作业超硬，怎么样硬法呢？我很想知道哎，大家都不肯开麦克风讲一下话嘛。这个这位 Civet 同学，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讲一下那个 Covax 的作业怎么硬法？听得到吗？可以可以可以，有听到。好，就是要查的是，现在没听到。哦，好，就是资讯太多，然后我遇到一个困难，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是 Mac Safari 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在网站上要输入文字的时候是会累格的。哦，在什么网站上？就是 Cortex 的，对的，那个，就是因为就是那个真的假的那个网站，我们不是要做一些讯息查核吗？然后点赞啊，然后要回复讯息那些东西。是。然后我不知道是我电脑问题还是大家都有这个状况，因为我在我的 Mac 上运作是就是打字非常的那个，然后就很崩溃，然后我一直在找讯息要一直贴上，然后我另外想要回复的是 Wiki 那边，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讲 Wiki 那边的作业比较，我比较清楚知道说就是单一项嘛，我就会尽量操作。可是我遇到第二难关反而是我发现我工作地方的网域是被 Wiki 给封锁的。什么？好像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我们网域是被封锁，然后好像是说不知道是太多烂条目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哦，好，等一下请客人说明一下。然后刚刚大家在笑，我刚好没有听到那个关键字在讲是。就是
来 CB 讲一下。我工作的地点的网域被 Vicky 给封锁。哦哦，我这样子啊。你们公司是固网吗？诶，是教育部的网路。哦，对，为什么？让我插个话，让我插个话。好好好，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就以前很多很多有心人士，以前很多有心人士哈，就会 VPN 到教育部内网，然后在里面洗一堆的账号，然后去 DDoS 危机。或者是去破坏危机的内容，所以危机就会直接把教育部崩掉。这好奇妙哎！对，就是以前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后来有一些我们有时候去公家机关在教危机的时候，然后他们发现他们的网域被封锁，然后我们就要去提报所谓的 IP 例外。那这个是第一种可能。然后第二种可能就是，以前有一个网，以前的网段的确有人拿那个网段去做危机的破坏，就一样去洗账号，然后去做破坏，然后危机直接把那一段编掉，然后那一段可能在浮动的时候就跑去你们公司的单位。哦，这么刚好，就是那一段，就是他那一段被编掉嘛，然后他就跑去你们单位。那第三种就是你用手机网路，啊，手机网路就是真的很常遇到，就是。那一段被 ban 掉，然后又轮到你那只手机这样子。尤其是我们实验下来发现，种花跟那个种花跟远传最容易被 ban 掉，就是它最容易被轮到 ban 掉的网域这样子。哦，对，是像我的手机，我用台哥大从来就没有被 ban 掉过，但是就是有这样子啊。如果说你们的公司是固定 IP， 然后还被 ban 掉的话。可以跟我们讲，我们可以去帮你申请例外。对，但是不要在你申请完例外之后，就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回去看哦，就是你们有没有 VPN 被人家盗了？就是如果我去帮你们开的例外，结果你们那边还是出了破坏，就表示你们那里有 VPN 被盗了。对。就是大概是这种情形啊，不是我们台湾人，不是我们台湾这边去 diss 你们，不是，是美国那边直接整段 ban 掉。哦，哇，好猛！哎、欸，可是你刚刚说教育部内网被 ban 掉，那是表示说有一些学校、大学里面宿舍或是学校里面是没办法上的、哦，还是这个意思吗？他会没办法登入。他会没办法登入、可以看，但是没办法登入这样子。不对，不是没办法登入，他会没办法注册账号。哦，你如果原本就有账号的话，没有问题。是 OK。就是你如果是有账号，然后在被 ban 掉的网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是在被 ban 掉的地方要注册账号或者是编辑的话，都会被 ban 掉，他都会显示说你被 ban 掉这样子。哦 ，OK， 了解。哎，那个 Johnson， 那个 Mr. Oz 要解释要讲一下那个吗？就是为什么？就是那个 Covax lag 的问题。他刚刚好像有说，是不是因为是不是用 Safari 啊？我觉得我们抓到一个那个就 Safari，我自己在用 Safari 的时候也会 lag 的，可是 Firefox 跟 Chrome 就不会。刚刚有两位，就是除了 Siby 还有那个谁啊？那个玉琪啊。他好像也说会 lag， 你们两位都是用 Safari 吗？是因为用 Safari 吗？就是觉得有 lag 的人做 Covax 的作业的时候，是哦，好，那可能要先换一下。好哦，那另外刚刚那个什么 SourceK 有提供说可以用 copy paste 的方式做哦，然后艾曼狂说那个 Wiki 的作业到第三周直接卡关，很难。那个 Alan 你要说一下，分享一下你们第三周是什么作业吗？第三周的作业是让同学自己写一个条目出来，写成草稿，然后我们会去改你的草稿。如果你写的不错，它就会变成上线的条目；
然后如果有遇到问题的话，我们会跟你讲说哪边有问题，会再寄信给你。那你要改也可以，不改也没关系，你不改我也不会当掉你，因为其实重点是要带你练那一个流程。那你那个爱漫狂，你如果找不到编辑那个钮，你要回去看第一集，第一集有教你怎么把编辑那个钮开出来。对，我是不是也要？你要去第一堂课把那个钮开出来。那第三堂课同学们会卡住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同学想要写的条目，维基百科上面应该都已经有了。有同学直接在 Slack 上面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说，那没关系，那你去选一个，如果那个条目内容很少的，你觉得你可以加内容的，那你就去写。因为对维基来讲，就好像各位在座的如果是工程师应该都知道嘛，改一个网站绝对比重新做一个网站难哦，所以改别人的条目也比重新写一个条目难很多。所以所以我会在这堂课是教大家写条目。那不过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同学已经是有教第三堂课的那个作业了。不过这样子会不会吓到你们，就是目前交上来写的内容都过不了。对，就是都没有办法过。那如果说在写作上面有遇到什么困难或问题的话，你们可能可以再回去看一下第二堂课。第二堂课有认真的教大家讲说，就是第二堂课的前面是很认真的在跟大家分享说，一个好的条目到底是要怎么写出来。因为我刚刚看 ID， 这个同学应该不在线上，所以我稍微讲一下。有一个同学写了热门音乐社，然后他把他们社团的网站的内容直接 copy paste 上来。那这个其实就触犯了维基的大忌，就是著作权的问题，然后抄袭的问题。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慢慢练习，就是说读完之后就是用自己的话写出来，然后把它慢慢的条列，也不要条列，就是把它写出来就对了。那如果说还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都可以再问我们。那或者是你可以尝试先写完之后再把它就丢给我们。大概是这样子啦。刚刚那一个例子啊，就是维基的那个写条目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规则是说不能写跟自己有关还是什么，有这种规则吗？哦，基本上就是利益回避啦，就是说我们当然你要用白话文讲说不可以写自己，但是其实还是可以有一些例外啦，像是其实 G0V 的人写 G0V， 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就好像唐凤旁就好像唐凤平常都会写唐凤的条目一样。真的，大家如果去看唐凤的条目，你会发现那个编辑记录都是唐凤这样子。哦，那主要我们会不希望大家自己去写自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你写自己通常不会写自己的坏话，你都会写好话。然后第二个，你写自己常常会写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什么叫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就是网络上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查到这件事情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我今天在现场跟各位同学讲说，我的生日是8月14号。那其实在这件事情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求证。因为一来是我就不是这一天生日齁。对。但是你就会落入一个很 tricky 的回圈，就是说这件事情我在这边讲，但是你无从求证起这样子，你无从求证起这样子。我就说了，我就不是今天生日齁。我们也是随便讲讲，不是祝你生日快乐。你要查唐凤自己在自己的页面改变什么，你怎么查比较快哦？就好，我示范一次给各位同学看好了。Alan 现在要做这件事，我是不是应该去call唐凤来？唐凤应该自己知道啦，而且他那个他改的内容都就是他通常都是在来各位朋友，这个是唐凤的条目，
然后你按检视历史，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奥黛丽糖哦，这个就是我们的，是这只吗？好像不是，有一只糖凤，等一下我。我们有一只唐凤，这只，这就是这个是唐凤的账号，应该是啦，没意外的话应该是唐凤的账号。然后你要去查唐凤做过什么事情有没有，你就把使用者唐凤，然后你按贡献这边，然后按搜寻贡献，然后把唐凤的 ID 填进去，你就会发现唐凤写过哪些东西这样子，唐凤写过哪些东西这样子，大概是这样，这是唐凤的用户页，可以再一次吗？好，有点太快了，好，那我慢慢来，好，首先你要先知道这个人的，首先你要先知道这个人的 ID。像是看我的 ID 跑出来了，靠腰啊，那我们先找一个人的 ID 像是好这个人的 ID， 然后你要搜寻这个人的，你要搜寻这个人做过什么事情，按右上角的我的贡献，然后按贡献，然后按搜寻贡献，填入使用者名称。搜寻，然后你就可以搜寻到这个人所有的贡献这样子。好了，我的 ID 都给你们看光光了啦，你们就会去搜寻我的贡献，你就会你我就会被起底了哦。对，好，大概是这样。麦没关。好，就不小心话题又到危机去了，但是就是大概是这样。不过就是真的会想知道课程的难度啦，因为之前在开讲师的整个，就是在开讲师筹备的时候，其实其他讲师都知道，本来我们危机的课是要开成，是要开三个月的，是要开成一季，跟动漫一样，就是开12堂。我们本来是这样规划的，因为我们本来是在想说，要大概12堂课，你才真的有可能把条目写得出来，就是才有可能写得出一个条目这样子啊。可是，然后后来就是跟临时小学校这边，就是调整成大概3个礼拜之后，我们就改成3堂课。那这边也可以跟各位有兴趣的同学预告一下，就是我们下礼拜，应该是下礼拜五，我们会有著作权的课程。而且是会有，就是会有凌晨下来带这个著作权课程，那会有这个很硬的，也会有很硬的法规解释跟比较有趣的那个应用面的说明。那这个是我们后面都会有再有的课程，不过可能就不是开在临时小学校里面，但是也都欢迎临时小学校的伙伴，包含也有同学有参加这个我们图说的工作坊啊，图说的课程啊，然后也有同学，我们目前只有开图说的课程啊，那也有同学有去参加我们艺术与女性编辑松，那后续我们都还有很多活动，那就欢迎各位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持续参加，大概是这样，讲的有点多了。好，谢谢 Alan。 你们那个城下的课你们不是 CC 吗？会录下来吗？其实那是一堂预录的课啦。那就应该 CC 啊，不是吗？没有，一定会 CC 啊，只是到时候会、就是会 CC 放在各个平台上、只是跟各位同学讲说未来会有这样子的课，那都可以欢迎大家去上啊。主要是我们开课的时候陈夏会在线上，所以你可以直接问他、你可以直接问他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对对对。好，那刚刚还有人讲到，就是第三堂地理课的第三堂课也很难，可以请那个
那个哲伟讲一下第三堂课是什么，或是佑博，佑博在吗？第三堂课应该指的是佑博的，佑博介绍那个水保局的 Big Juice 平台。那刚才那个Civit 是有提到说他的 Google 账号没办法登入，那我可能到时候我在那个 GIS Channel 再 tag 一下佑博，跟他提一下。那第三堂课我觉得是一个线上图台的使用，所以可能佑博在了，那你要不要自己回答？佑博方便开麦克风吗？好 ，OK， 他最近有一些小问题，那我请他们再看一下那个嵌入的部分。那单登录的，应该主要会是系统，但我不确定是 Google 那边还是其他的。这可能要到时候看，因为交作业的过程有一些朋友有交成功，表示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也有朋友有登录成功，是吗？对，那所以可能要看一下个案账号，就是 CV 的账号，或许是看怎么解决这样，或者是可能浏览器，对啊，再找看看那。因为刚好最近跟前一阵子放灾的时候有点忙，然后系统又刚好在那个时候坏掉，真的是快被气死了。然后刚刚有另外一位朋友提到说，比较难，但这是一个描述啦，或许刚那位朋友可以补充一下，觉得比较困难的点在哪边。然后佑博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一堂课。你觉得困难吗？这个东西，困难是正常的。就是确实，像我那堂课，其实我想办法把它变得比较简单一点，或者是刚好学关键的功能。因为在整个地理课里面，其他的东西其实也很难，或者说操作的部分也比较多。那，有像违章工厂啊，或是直接操作地图，跟上礼拜 office hour 有遇到交作业的伙伴，他有些是有明确的主题在操作。因为在我们教工具来说，它本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然后第二个，你其实没有主题的话，你会发现学起来好像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是你在看别人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是这样。那所以后来就有放一个补充，我忘记我是放在原本的笔记还是共笔那一块，就是放之前我们副总实际在用的那个过程，所以可能我那个部分除了操作困难以外，第二个困难会是，要找到伙伴们实际用的那个主题是什么。对，所以如果那个主题或是应用情境没有找到，你就会发现那个东西很难，或者是用起来，不管你会不会用，交完作业你就会觉得，好像哪边很空虚。大概是这边。对，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这种图台的系统其实常见啊，水保局的图台，然后可以想象，假设你今天是关心海洋的，海洋委员会也有图台，内政部也有图台，反正我们政府部门是很多图台，所以试着去熟悉一些图台的大概的。虽然他们都长得不太一样，不过大概的逻辑是差不多，有图层，有一些你要下关键字，你要点开某个视窗才看得到一些按钮，这个我觉得是会需要熟悉的。那另外刚才佑博讲的就是说，每一个图台其实它的资料就蛮有针对性的主题，
那 Big Gis 本身就是 focus 在卫星跟航照，那所以就可能要想一个说，你自己给自己的设定说，那我就找我家附近有没有什么样的资料，或许用这样的角度去找。没错，大概就像哲伟提的，那原本其实 GIS 这个东西，如果说比较民生的部分，坦白说就是自己家里安不安全啊，附近有没有危险，会不会淹水、啊、跟房价会不会很贵啊，有的没的。那进阶一点的话，大概就是环域分析，然后去看哦，我家附近有什么，或是我之后要买的房子附近有什么，跟有的没的这样。那如果在进阶一点的话，通常像我们伙伴啊，会有一些环境或者是想要处理的议题。那原则上，因为地理资讯系统呢，它有包含位置嘛，所以呢，你跟现实生活里面只要跟位置、时间有关系的，你全部都可以用地理系统处理，所以几乎就是全部了。但是如果说没有接触这一块，或者说，我还没有议题想要参加，或者说，我可能还是学生的部分，那可以选择的议题确实会比较少一点。对，那在技术上来说，它确实也不简单啊，但如果对学员或是伙伴，因为有发现说，其实有些是比较偏社会人士，他或许对这个技术有兴趣等等，那你就会需要去找到说，你可以自己用 GIS 的部分是比较可以用在哪边。那领域的难，我觉得都可以处理。可能比较难处理的会是 GIS 的这个技能对你来说它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大概是这样子吧。其他的真的就是看学员困难跟想问的东西，然后我们这边就帮忙回答。对，所以我们其实前四堂课大家可以理解是比较像工具跟特定主题的图资的介绍，像卫星资料或许短期大家没有自己要应用的目的，但是先看过有稍微透过作业摸了一下这样。那所以第五堂课就会像地球公民基金会的 Deeper， 他其实就是他在他的影片也讲得很明白，他们根本都不晓得要怎么做一个线上举报平台，那他怎么样在社群里面去提案，然后去先梳理到底要怎么做，然后招募更多朋友一起来把架构画出来，然后实地开去开发去找资料。那那个历程我觉得就会是地图服务跟图资应用的比较真实的情况，那就可以比较可以参考他那样的一个提案过程。我觉得那个这次讲师都超棒的，尤其那个地理资料这一堂就是聚集了非常多不同的专案一起，然后对，就觉得超赞的。然后那个佑博他就是水保局下礼其实就下个礼拜六就是跟大鸠松这边，就是下次大松其实有跟水保局还有 Wiki 一起合办。我们本来是七月要一起去台中，就疫情的关系就没办法，就只好八月在线上。希望下次还是有，就是疫情结束之后，我们还是有机会一起到台中去这样子。对，原本在台中大松，那我们本来就是本来要请那个就是要在台中要请真的假的专案做主持，因为就是台中人的口头禅是真的假的这样。对，然后本来要去台中吃美食的，我希望还是疫情过去以后我们还是有机会再去这样。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有问题要分有问题或是有意见要回馈跟分享的？
嗯，我看一下讲师 Peter， 哎 ，Peter 先不在，先没在这了。他等一下有登记要讲。嗯，怎么了吗？没有，只是问说你有没有要分享的。你也收了很多作业吧？对，你等一下会分享你看作业的经验吗？的想法吗？感想？我会把适合投领是小学校 demo day 的作业抓出来。啊，真的好，太棒了，谢谢你。我刚才在挑说哪一些专案看起来有可以投的，想说对，可以要就把它抓出来，等一下直接 take。对，好，然后哎，有位六说那个 office hour 很赞，我可不可以听一下那个要？那个有参加 office hour 的同学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个 office hour 的设计还有利用你们是怎么用的哦，有人生辅导真的，因为我没有去 office hour， 有人可以给我那个分享一下 office hour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好像某次刚好是人生辅导，刚好是不是我在的时候，是以前在的时候那还有谁在那次人生辅导？还有谁在？好像蛮多人在的。对，补充什么东西超赞的，我想要知道一下。哎，是谁辅导谁啊？人生辅导是谁辅导谁？有时候会不小心听到一些八卦啊什么的。啊，真的？那为什么没去？啊，今天早上也没问作业。那请问一下，今天早上是 Wikimedia Podcast。OK， 好，了解。那哦，佑博有建议研究所那一块哦，然后六说没有记错的话是怎样？对，好妙哦。哎，我其实还蛮好奇学员的那个，就是现在到现在还在，就是都有哦，边聊开放国会跟开放政府哇。哎，我们可不可以再来玩一下那个，就是那个光谱的，就是。你如果是，我想知道一下，你现在是大学是学生的，请站在台湾岛上。就是你本职是学生的，请站在台湾岛上；不是的，请丢到海里去。这样子。好，我看一下，现在是学生的哦。Oh, OK， 那高中以下站南边，高中以上站北边，好吗？大学以上站北边，高中以上站以下站南边。哦，所以有高哎，为什么新小谭你怎么了？你现在是不是高三要升大学呢？所以他在中间走来走去，在哦，难怪。好，OK OK， 好，感谢大家，谢谢谢谢。那我大概知道了，那。高中的去，高中的往南走，高中往南走。好，那个开放国会委员会现在那个投这一次的征件已经结束了，就是已经下礼拜要投票了，所以等明年再注意大家，我会丢到那个 Slack 里面去。有国中的吗？哦，有国中生，好强哦，赞赞。好，开放国会委员会是什么？国委员是什么？等一下，请 Alan 丢一下。好，好啊，那我们还有十几分钟才那个，还是我们要先开始呢？那个 Base， 你还有没有什么？我想问一下，那个 Ally 的统计时数是已经统计完了吗？会寄给大家吗？还是怎么样？正在统计，因为还没，因为那个这个要等大家都交完。作业，我们交作业的最后期限是下礼拜六。哦、OK， 好。最后期限是下礼拜六。大家可以去休息一下。我可以请国中生开麦克。好，好啊，那请大家去上个厕所喝口水，四点再回来喽。Thank you.
有人说要请那个开放国会委员在场简单分享吗？要分享什么呢？就是开放国会是一个从开 OGP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延伸出来的一个台湾的行动计划。然后 OGP 其实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那国际性的组织大家都知道台湾很少能成为会员国，那这个国际性组织我们也不是会员国，但是有趣的是这个国际性组织中国也不是会员国，所以我们就是大概从可能六年前开始，就是台湾几乎每年年会的时候都有人去参加。那因为他们有定，就是在 OGPT 底下他会有国家行动方案这一个这样的计划。那其实这有两种作用，一种就是促成就是世界各个民主国家可以朝开放政府的方向去做。那所以在台湾现在就是有两个相关的行动方案，一个是开放政府，那是国发会跟唐凤委员那边在处理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尤锡坤院长还有 Freddy 就是林昌卓委员，那和国民党的各个党团他们就是一起提案也通过了立法院要做开放国会行动方案。那所以其实大概从去年我看前年是什么时候啊，去年大概其实很快的时间，那去年四五月开始就是有一个委员会，然后有公开征选委员，然后就是在去年在今年年初就有公告了，讨论之后有公告了台湾的开放国会的行动方案。那这个所有的因为参加的成员里面有很多居里密的成员，那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用协作的方式把开放协作的方式带到这个行动方案的讨论的过程里面，包括说每一次的直播其实都有我们这次直播课的讲师那个 T-Monk 每一次开会都会 T-Monk 都会进立法院去帮大家做直播，所以其实讨论的过程你在那个网络上都可以看到，然后每一次的会议记录也都有逐字稿开放出来，在立法院的网站上可以看到。然后在讨论过程中有透过 VTaiwan 这个平台去征询意见。那所以现在因为行动方案已经到一个就是已经出来了嘛，所以第一年接下来我们大概两个月一次会开一次会做执行状况的检讨。那其实包括其实中间有包括蛮多是像立法院一些系统的数位化，还有有一些资讯系统，希望他们能包括建立开放资料的咨询的这个机制，这些其实都是原来 G0B 的 G0B 社群本来就很关注的方向。那我们就是一方面把我们关注的议题让国会那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协作和落实，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把 G0B 大家在曾能营这边学到的协作方式，包括说开共笔啊，包括说直播啊，包括说用数据来讨论这些公开征询这些方式都带到立法院里面去这样子。那所以他的这个就是委员其实是多方利害关系人会议的委员，那所以他其实是会希望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一起来参与。那大概每年会征选一次。那今年大概是在8月18号的时候会公布，就是会再就下一任的就第一届的第二次委员会的征选的委员来做征选这样子。我们有一些就是讯息的话也都会在 GMB Slack 公布，或者你也可以加入有一个 Slack 是 OGP 的 Slack， 就是我看叫什么，就开放 国会的 Slack， 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再给大家那个 link。
今年的任期是两年，但是因为会有上一次，就是我们设计是说每年都会有一半的人重选，所以明年还是会有必须要征选的人。因为像我是从去年开始担任，所以我会当到后年。但是我后年不当的时候，就会有人可以，就是会在就这些空缺，包括可能我跟 Ronnie 这些空缺重新再征选这样。所以明年可以注意一下，明年也有选。那他是希望就是甄选的就是标准比较希望说你有关注就是开放相关议题的，开放政府啊，开放国会啊，这些相关议题的。那个 OCF 最近有要办这个开放国会工作坊，这一次有开放给一般民众参加。他本来是应该是针对公务机关的公务人员，但是今年有开放民间的民就是一般公民参加，所以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注意一下这样。我记得在 Slack 里面那个露露有贴过报名的相关资讯。我过来了，关机，先关麦。
好的，大家都回来了吗？我们四点要开始最后的成果报告了，成果分享。那 Peter 有在吗 ？Peter， 哎、欸，我在，怎么了？你是第一位。哦，我知道。所以你可以开始了。哦，好。然后下一位是比林。好，等我一下哦。哎，我先把我的那个先把那个页面抓一下。好。好，然后就是跟大家讲，就是大家好，我是 Peter， 然后我是我们与专案的距离的那个讲师，然后我其实不太确定现场有没有人就是有听完整个的课程，然后完成作业，但根据目前收到的资料，这边有总共有60个人交了我的作，就是我这个课程所派给大家的作业，然后我自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当初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会想要借此这个机会回顾自己加入 VTile 加入聚令 V 之后，然后如何从一个就是可能比较偏法律吧，或是比较偏自己本科系专业的一个人，然后变成是一个能够去拥抱社群文化，然后能够去自行去开启专案，甚至是能够跟社群里面的人做交流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透过开设这门课，我把我自己所知道还有所掌握到的东西分享给了大家，然后也同时就是也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回馈，就是去重新定位了自己在社群当中的角色这样子。所以我第一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也希望说之后如果大家对开启专案有兴趣，然后如果大家真的愿意的话，就是也可以把这门课就是类似传下去的感觉，就是开专案真的没有这么难，然后当然要让一个专案持续下去，或者是要让一个专案持续下去，或是要让一个专案就是完整的走完，甚至是能够在一个最好的时刻告一段落，或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只是论开启一个专案，甚至是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现的话，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简单的，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因为 Base 之前也有特别叮嘱我说，就是要来宣传一下临时小学校 Demo Day 的部分，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有把我去浏览了有交作业的60个专案，然后来看说这60个专案里面有哪些专案是比较适合放在临时小学校 Demo Day 的部分。然后我现在还在想说要不要开荧幕，或者想开一个荧幕还好啦，那就是我等一下会尽量的就是让大家不会有一个不会影响到太多各自的方式在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我怕就是有人的各自被影响到。我先把那个 email 删掉，这一栏看能不能把它拿掉好了。对啊，删完，先隐藏起来。然后就是我这边有几个选择几个蛮不错的一个专案，然后是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专案。然后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因为我的专案内容包含了蛮多跟自己有关的事情，所以是觉得说就是有些人他是比较自我实践型的专案，就是自己想要完成什么事情，然后透过用专案的排定的方式去执行。但我自己是觉得说，那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其实很难用一个很难找到一个很公正客观的评价标准去评价每一个人的专案，所以我都是采取说，如果你有交作业，那基本上来讲没有太大问题，我就给你过关的概念。不过有些专案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也是很适合在临时小学校的 Demo Day 上的提出来的，像是这个蔡晨曦他提出来的这个 YouTube 多视窗应用程式化的一个专案，他就有点像是想要去解决他自己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他自己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同时看很多的 VTuber， 然后他发觉说，如果这些 VTuber 联动直播的话，他没有办法去同时以现行动装置来讲，他没有办法去追踪这些VTuber 他们的动态。那如果用一个多视窗的应用程式的话，或许就可以解决在行动装置上可以同时收看的问题。然后还有这个是魏伟伦他提出来的一个跟用 VR 的方式带领大家
透过网络影片、网络直播的方式去追寻原住民的猎人之路，就是回到拉嘎山，应该是这样念啦，阿美族圣山的那个就是部落的路途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苏卫勇提出来的一起学程式的线上读书会，然后林奕晨的世代议题的桌游设计，还有就是黄亮仁他呢建立的高中生，他想要建立一个高中生公民参与的一个平台，或者是陈怡君想要做的地方台湾地方的刊物整理，就是台湾目前现在地方的发行，不管是公部门还是私部门还是 NGO 都有发行各式各样的刊物，那他或许可以把这些刊物的资料整理起来。然后还有教师困扰的就是胡适一强想要收集就是国小教学现场的一些教学困扰，然后方便就是老师们来做讨论这样子。然后陈玉瑞他提出来的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就是会议中跟上课中的就是显示器，因为如果下学期，虽然下学期可能就会回到正常的校园生活了，但是如果有遇到这样子一个远距的情况的话，很多时候会变成是就是如果你要在家读书的，在家读书上课的话，很多时候你的家人可能会不太清楚说你现在到底是在一个上课中还是在一个工作中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很难去拿捏那个生活空间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个其实也是蛮实用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 Mavens 他提出来这个还蛮有趣的，就是他想要建立一个在大学里面建立一个讲开放文化跟数位工具的通识课程，因为现在很多大学它会有一些比较创新的构想，就是让学生们可以自己来开课，然后自己设计这样的一个课程内容。那他是想的，不好意思，你没有露出来了。露出来了吗？前面的，好，我把它盖掉了。对，他前面的那个。就是 email 露出来，好，我现在把它盖掉。但是就是现在有很多大学，他想要开放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让学生来做自己的设计课程的设计。那他想要做的就是开放文化的一个课程设计，然后是可以来规划一个同时的课程。然后吴廷如他一直他想要做一个，就是很多的居林币的参与者应该都很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很多纠中团的人都很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他想要整理居林币的专案，然后每一盒专案所需要的人跟想做专案的人，还有标示专案的进度以及活跃度，这应该可以拿去基础上来提案的吧？这位应该请他加入 Align 啊，对啊，对啊，这应该可以拿去加入 Align 跟基础上提案，对。然后那个 Marvins， 请你跟 Base 还有以杰联络，我们有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有想要做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些都就是这些都其实很多是不管是拿到临时小学校的 demo day， 或者是拿到GDB 的大松，或者是拿到基础松，对，各式各样的活动上来讲，就是这些专案的点子都是非常好的。那拿到这些地方来提案或者是来做实践的一个好处，就是透过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外部，参加提案，然后参加大松这样子的一个外部刺激，第一个是你可以为你的专案找到更多的资源还有伙伴，第二个是你能够让更多的人识到你的专案，然后也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回馈，然后第三个是最重要的是他会给你就是把这个专案激励你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动力，这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我其实也是靠着就是社群给我的回馈，还有就是一些朋友还有伙伴的帮社群伙伴的帮忙，才能够让我一直在开新的专案，然后也一直在帮忙别的专案。像我现在在做的这个专案，就是体育争议相关的那个时间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就是居林币台湾临时政府的粉专上去看相关的资讯这样子。好，我的时间差不多到了，应该有点超时，但不过就是先这样子，谢谢大家。谢谢 Peter。待会要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刚才登我发现登记的应该目前是三位，所以就是我们时间很多，所以大家有没有要什么回馈的吗？开放让大家回馈一下。我觉得如果我之后可能会想办法，就是因为我现在手上有这些专案的一些资料，所以我之后可能会想办法说看能不能够用一个就是能够保障各自的方式建立一个媒合的一个机制，就是让大家如果对这个专案的内容有兴趣的话，他可以找到这个专案的联系人这样子。可能就是把那个栏位抓出来吧，就特定的栏位抓出来，然后整理整个思想，然后再或者整理整个表单或网站之类的，然后丢到那个 AMP 上面。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找到就是专案的那个
伴这样子。嗯，对，我之前看我是哲伟，我之前看那个 EDU 就是 Peter 这份作业后台，然后就是蛮直觉，大概有七到八个是直接对应到既有专案。不过因为不太确定每一个填写者在 Slack 的昵称啊，所以就我是有在 EDU Camp 频道去就名称去描述说，这个题目其实目前有一个专案或有一个频道可以去合作，但不太确定当事者或提案的提那个作业的人有没有看到，就是哦，我记得备注那边好像有哲伟，你有补上一些就是相关的共理或者是频道的资料这样子。对对对 ，maybe 我也不知道哎，这个可能，但也不是说对方一定要马上跳坑啊，只是想确认说，哎，对方有没有知道说，哦，原来他这个构想，社群某一个专案曾经探讨过或正在探讨这样。嗯，其实刚刚看到很多，就是之前都是，哦，超多，对，有做过的题目，而且如果有人可以继续来做就太好了。也居然是七八年前的某些构想，有一个是哲伟做的啊，那个地方刊物的。哦，对，那个是我一直有在弄，所以 maybe 如果他有兴趣，可以一起来参加。其实维基这边也曾经有想要收过地方刊物啊，然后 后来我们还有去跟国家图书馆谈这个地方刊物的收入这样子，然后不过后来因为后来也是因为疫情，然后就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对，可是国图会收到全部的吗？因为国图不是只有 ISBN 码的东西才会。国图那边，国图跟我们的回馈就是他们基于政策的关系。他们就是希望我们维基可以这边去来帮忙收没有 ISBN 码的。哦，所以你们收等于就是帮每一个刊物名称建一个条目。没有啊，就是建一个 Wikidata 的流水号，你就哦，因为 Wikidata 就哲伟，你就想像那个 QID 来当 ISBN 的感觉。呵呵呵，哎，那好啊，我直接导给你就好。我大概收了，然，后再详谈，因为我们去年就是有跟去年。就是跟国图在讨论那个，跨书籍跟跨刊物检索的这件事情。对，然后那我到那个 Wikidata 的 channel 再跟你提一下。对啊，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件事。因为我就是都整理成 CSV 了。就刚刚那个地方刊物那个东西有没有？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我们陆续一直以来都有一些人都在关注啊，因为毕竟有些刊物就是没有 ISBN 或是没有 ISSN。尤其以目前台湾的状况来讲，是 ISSN 超级难申请的，对，所以，就是，而且文化部到现在还是有在持续在推啊，所以是还是有一个政策跟民间风气一直都有，对，对啊，所以就是，所以就没有找到提作业人，但是找到你，那我们可以啊，如果提作业没有，如果提作业的同学有兴趣来做的话，我们真的非常欢迎。是，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光是要把我们那时候光是做100份刊物对进 Wikidata 就已经花很多时间了，哦，对吧？哦，我还有好，那我之后寄信给那个学员好了，跟他说就是可以去 Slack 上的哪一个频道，然后去就 Wiki 台湾好了。对对对，因为我也觉得用 Wikidata 收是比较长久啦，我现在是用 Airtable 收啊，就是只是都是自己的东西而已。如果可以进 Wikidata 应该是比较好，对吧？之后我们再跟国图说，哎，我们民间这边做完了，那我们看怎么样把它纳进国土的检索系统，就一起检索了。对，这样很好。好啊。那好，我之后再看看要怎么样把那个资料做连接好了。暂请 Peter 鼓励大家来提案了。如果可以继续把一些提案做下去的话，感觉会很棒。同意。那我们还有人想要回馈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是要把下一位就是交给比林。比林在吗？我在。
好的，那就你开始。好，我是比林，是真的假的 co-fan 啊、大家如果有在写作业的话，我是这一趟的讲师，然后还有我们是 Rally。真的假的已经收到了就是蛮多份的作业，其实超出我的期待。我一直到昨天凌晨的时候，我想说应该结束了吧，应该没有人要交了吧，结果发现今天还是很多人在交作业。我早上 office hour 的时候确认过了，作业最后的缴交期限应该是在下个礼拜六，所以一直到下个礼拜六之前大家都还是可以交作业的，那讲师可以慢慢改。然后如果有需要修改的同学，就是应该也都会收到我的信。有一些同学还蛮频繁的，就是跟我回信互动的，大家可以把作业就是慢慢修改好。然后我也注意到其中有几位同学真的是写得非常的好，像好像有人就有来，我看看哦，辛小谭，如果他还在的话，他还在吗？辛小谭如果他还在这里的话，我想要特别鼓励你的作业写得真的是非常的好，他其实在第二堂，新同学其实在第二堂作业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尝试使用第三堂会用到的东西。真的假的在第二堂作业跟第三堂作业最大的分也在于他把草稿模式的写作者换成了可以实际对其他民众做出贡献的贡献者。但辛小唐他在这是他在真的假的后台里面修改过的昵称，然后他的书写跟资料整理都很确实，然后附上的资料来源跟最后写出来的东西也都很完整。我这里虽然没有分享画面给大家看，我不太确定他会想要做这份作业做到什么时候，因为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应该这个礼拜会把就是全部的实数都拿到，但他目前做的是非常的好。然后还有孟涵同学也是很认真的在完成他的作业，资料的收集，然后还有就是我想补充的协作者。这次作业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在于说如何在自己还没有做出贡献之前就能够协助其他贡献者提供更多的情报，提供更多的资料。就像在这个社群里面，其实很多的成果是在半成品或者是你出一点我出一点的情况下慢慢完成的。那在这做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在作为一个协作者如何提供情报协助其他的查核者或协作者慢慢的把成品产生出来，包括可能会需要听完整的影片，然后自己打逐字稿啊，或者是直接去切词，然后找出资料提供在资料库里面，这些其实都是蛮花时间的苦工。在表单里面真的假的都会提供大家就是给予回馈的空间，然后也发现蛮多人会说要花很多时间，或者是虽然查证的过程很有趣，但是其实时间和找资料都会花上不少时间，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大家。很认真的同学我在这里要特别感激他。然后大家如果还想再交作业也可以继续交，我有看到今天其实还蛮多人就是想要以为今天是死线了，跟我一样，就是蛮多人在今天凌晨和今天清晨的时候不断来交作业，像 Ashley 或 Happy Cut。 大家还想交的话一直到下礼拜六就是都还是可以交作业的，我也会持续改。那在之后的话可能我就不会那么勤劳的去看每一份作业，就是如果是超过下个礼拜截止时间的话，所以如果还想交作业的人可以在这个时间继续努力。然后也非常谢谢周松还有林小学校提供大家这个机会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学习。我也看到很多人就是对于就是这个专案的贡献，非常谢谢你们。如果你们已经有个人列表，比如像刚刚辛小强或孟涵或者是 Ashley 的话，你们应该会看到中间有一个列表，就会说最近一次你做出了几次贡献，比如说29次贡献、41次贡献等等。每一格都代表一天，然后颜色越浅代表贡献少，颜色越深代表贡献多。大家可以持续累积这一些资料，以后看起来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那这是真的假的想要特别谢谢大家今天来还有过去这三个礼拜持续的努力，谢谢。
耶，谢谢。好好笑。下一位是尹杰吗？是尹杰要讲吗？下一位是尹杰。我写吗？有，你有写。完了，我忘了我写。好，完了，那我先分享一下早上那个 Viola 他们他讨论的东西，就我们开了空地，然后我推坑他去报名大松，所以下礼拜大松会见到他，然后他会就是把那个东西整理一下，再因为他好像还没有加 stack， 所以我就先请他去，因为他现在好像带他小孩去骑脚踏车了，所以就是我帮他说一下今天的成果这样。然后我的作业，我记得我今天看的时候是73个人交了，所以超级多。然后就我有看很多在也是线上活动大家的想法，觉得很不，就是我觉得我的作业跟 Peter 有点像，就是我们就是先讲了一下关于课程的东西之后，希望大家可以发想出自己的活动。然后我觉得我这边看到大家的啊都很厉害，就是真的感觉起来是都已经可以写一个活动企划的一个感觉了，然后有认真的去思考自己的东西这样子。不过我就没有细再分说，就是特别讲哪个同学，不过我这边会再继续修改，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也是好像昨天前天也都还有同学脚交，所以我会再把它改好之后，然后再把脚交名单更新到那个进度跟名单上面这样子。谢谢大家。好的，感谢一杰。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我想说我想要来 Q 那个说目前在线上的讲师，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有没有其他讲师要来分享一下就是任何事情的，所以我现在要来把大家 spotlight。 然后我们等一下是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没话题我们就来合照，然后今天就大概是这样这样。我来 take 大，我来把大家最后问卷已经寄出了吗？应该还没吧。最后问卷会等一下会寄吗？还是之后寄？我们也可以现在寄给大家，然后以及要寄吗？连接是在你那边的，我还没有看到连接。我有给那个预定，我找一下。哦、好。哦，你这一次 Spotlight 可以这么多人哦。对啊，这样就这样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个吧，九位嘛。哦，有九位，嗯。哇，好，还有大乱斗。好不？大乱斗。那我们现在就是一边寄出问卷的处理中的同时。大家还有没有想要就是分享的吗？各位讲师们，如果就是不是讲师的同学也可以举手，我也可以 Q 你。现在就是进入那个对 Clubhouse 时间。我稍微讲一下，就是我刚刚又有看到又有同学有教维基的第三堂课的作业，那我想要跟在场的同学，如果你还没有教，就是你如果有修维基的作业，然后第三堂课你还没有教的，或者是你已经教的。请各位同学不要抄袭，不要抄袭，真的。我现在收来的五份都有抄的问题，所以不要抄。那个你抄下去，不是说我这堂课不会给你过，是你的账号会被封掉，你的账号可能会被锁起来，所以真的不要在维基做抄袭这种事情。哦。对。对，完全复制贴上的部分。刚刚我就是有一个同学写，有一个同学是写舞龙舞狮，然后他舞龙舞狮的
舞龙舞狮的介绍完全抄中华民国舞狮协会的介绍，就是感觉就是复制贴上，连那个排版都一模一样。对，所以请各位同学不要抄哦，不然你账号如果被封锁的话，我真的很难救你。对对，活用小学的，换句话说，或者是照样造句之类的哦，就是我们国小的。连结不算。那个第三堂课抄的同学是连续七八个字，甚至有一个是连续100个字都一样的哦。那个真的不可以哦，不可以。那最后也是跟同学稍微讲一下，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维基第一次用这么短的时间。然后操作这么多的内容给各位同学，然后还有出作业，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同学在这段时间给我们很多意见，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觉得这个课有点太难了，就是在目前我们的设定，虽然我知道地理课感觉也不容易，就是我觉得地理课感觉也比我们更难啊，然后尤其地理课堂数又很多。但是我们微积课的部分是，微积课有一个状况是，它堂数多对你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加分，因为那个就是很多也都是自己的写作技巧，跟就有点像大家在想的那种作文课一样。对，那所以有些东西可能就是要花点时间慢慢练习，你可能不习惯写那种文章，那就是在写微积的时候可以去慢慢练习那个写那个文章的能力。就我觉得学微积的这堂课跟其他的课程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其他的课程像是你去地理课可以学到 QGIS， 你在 CoFIC 可以学到某些平台，但其实微积的平台真的没有什么好学的，它其实更多的是要建立那个被动技能，就是如果在玩 RPG 的话，你如果去拿到微积的技能书，那你加的就是被动技能，你不会加到主动技能这样子。哦，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善用你的被动技能，帮助你未来在写企划书，或者写一些有的没有的，或者写一些这个标书的时候，对你有一些帮助。这边特别讲一下，标书跟讲补助企划书有没有？换句话说，非常重要。因为你要冲字数，对，完了，我讲这个 OK 吗？啊，大概就是这样啊。感谢来自Wikimedia讲师的提醒。那，刚刚怡杰有把那个问卷的连结贴。在聊天室窗，我再来贴去。哦哦哦，好。那还有讲师要分享吗？终于一个月结束了耶！好吧，如果认真，大家就是没有就是。哎，那个认真要就是在认真的讲什么的话，那我们就是可以认真讲一个哦。好，那个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留在社群。那个对，然后谢谢那个以杰还有贝斯，还有说讲师都很辛苦。然后我可以恳请大家，就是如果你们有任何感想的话，可以帮我们写一下，可不可以写一些。简短的心得，看要开 HackMD 还是要寄 email 还是要怎么样比较好，因为我们其实我们都是用募款的方式，就是要说服一些企业来给我们资源做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就是上课的机会，然后就是我们给讲师一点非常非常微薄的讲师费用，这样真的非常的少，那所以其实讲师的那个花的时间力气远大于我们这些就是
那个金钱的补贴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得要有一些基本的，比如说实体的时候我们会需要一些交通的费用啊、食宿啊，然后让大家吃东西这些钱。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的话，请帮我们写一些正面的，哎，负面的也可以啦，我们会留起来，就是心得，那跟我们稍微分享的一些心得，然后我们会这样我们以后能够知道说到底做怎么样，那我们以后要拿去再去跟企业募款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有底气，可以说服力这样子。嗯，谢谢大家，谢谢。那贝斯，我们要开共笔，还是要请大家写 email 啊？这个心得的部分，嗯，问卷也可以。问卷我有一题是回，就给大家自由发挥嘛。因为有些人可能我想要写，好啊，有吗？那我会把它登到 GNews 上。好哦，没问题。主要是问卷啊，大家可以写在问卷上面。然后如果大家真的很多话想说，就欢迎开共笔。对，哦，好，太棒了！好的，就是那我们要合照了吗？然后对，我们要合照了。哎，那个我们要怎么合照呢？我们要不要讲是合照一张，然后大家用那个就是，然后大家合照一张，然后讲是大家要不要开个镜头，我们就合照一张。好哦，嗨，大家还在吗？在，讲师都已经昏倒了吗？好 ，Allen 要开吗？还有那个 Vince，Vince，OAD 不开也没关系的。要吗？依琳，我想看到你。对，还有依琳，对，我们要看到比利，等一下。好哦，先一张，一二三，可以等一下，好，一二三，再一张，一二三，有人闭眼睛了，再一张，一二三。一二三，好，感谢大家。然后我们就是那个下面有需要排什么吗？大家就是围在台湾旁边，自由排列。大家再往中间一点点哦，外面的人可能会看照不到你。大家都进来了吗？好，所以大家有就自己要跳舞还是干嘛，就自编。好，一二，跳舞要按什么啊？我忘了，按 Z， 跳 Z。好，一二三。再一次，一二三，好，拍完了。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我刚刚走到钟声，我爱这个。下课了，太棒了，好。好，希望大松下礼拜大松可以看到大家。哎，大松的那个报名网址念一下。啊，这个更好。我好怀念哦。
长、欸、好长久啊。这是哪个年代用的、啊、我小时候不是用这个。这个比较新。对。好的，感谢大家。好，谢谢。下礼拜又大声欢迎，大声欢迎，一起来，拜拜。有那么多啊？对呀、啊，到底有多少啊？我要听完。来这么多种，变终身那个终身大小。对呀、啊，终身，你看这个是在哪里抓到的？太有趣了！这个是谁放？我们现在是谁在放？这个也好长哦。这个是谁在放的、啊？刚刚是刚刚那个网页是在网那个声音是谁放出来的、啊？我放的第一个、第二个跟第三个是谁放的？原来不是吗？什么？我只放了第一个啊！谁？是谁放的？现在是谁好笑？真的。真的，这位 KCY 跟我同年代的。好，我要来寄问卷给大家。Hello， 开始聊天了。哎，等一下，这个是我的网页。哎，所以是你网页自动轮播吧？对，它是继续这样一直播下去吗？原来双手是我，是哪一个网页啊？你可以丢到那个吗？可以丢到 random 吗？超有趣的，我要把它抓下来放那个，在投影片，在每个小学校投影片最后放那个，放这个插这个钟声里面去进去。好。听着真的好提神哦！我的天哪，会吓醒！这是什么身体的身体反应吗？听到上课钟吗？对啊，就是有一种。好像午休结束的感觉，又赶快醒过来的感觉。对啊，太猫狂！我们活动结束了，可以线下线补课了。要留在这边也 OK， 对。